前做的代志就已经处理好啊，心头感觉安尼袂定。金华，金华，啊你是去倒？我拄则回来，拢一直找无你的人呢。你是在创啥？你揢包好，你要去倒？阿姊，自头到尾你一直在欺骗我，为着得着我。你会当不择手段破坏我甲美莲的姻缘，所有的代志我拢已经知影，我无办法甲你继续做阿妈某。你哪会知影？是柯宏春甲你讲的对无？金华，这件代志我会当解释，你听我讲。好啦，你莫阁讲啊，所有的来龙去脉啊，我拢已经确认过啊。你为着你的自私，破坏我应该有的幸福。强求的姻缘，不是真正的缘分。你是安怎一定要安尼做？我走。黄英子，我不准你离开我。咱阿仔某一场，虽然我知影你设计我，破坏我的姻缘，啊，不过咱斗阵生活嘛十年啊，人伫咧讲，伊也夫妻百世恩，我对你嘛是有感情的啊。若是安尼的话，你就原谅我。咱就继续过两个人的生活，敢讲袂应急？因为我想到你较早欺骗我，搁遐尼严重的代志，我都无法度相信你。阿仔某之间也是无相信，又毋是阿仔某啊。金华，我求你好无？我求你莫离开我好无？阿姊，你莫让我恨你啊，就让咱好来好去啊。呀，金华。你若是离开我，无过几天，你的大麻风就发作。你敢讲你不怕死？阿姊，你是安怎搁要讲这件代志？敢讲你要害我搁较恨你？我无，我只是无希望你离开，我已经无步啊。就算是知影我剩无几天会当活，我嘛要对美莲。甲我的亲生后生做最后责任，弥补我遐尼侪年来对因的亏欠。阿姊，从今以后，咱田无沟，水无流，就安尼啊。金华，笑倒来！金华，你对咱的情人有啥物打算？美莲啊，我打算带恁母仔囝离开这奇怪的所在生活，咱会当找一个新的所在重新开始。若是想要救金花，就对我去。阿爸，你真神啊！阿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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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柯美莲，我即摆就甲你讲互详细，爱我治疗金花。当然是会用的，也毋过从今以后，恁母仔囝就甲伊袂用有任何关系。唔啊，我要阿爸，我要阿爸离开我，阿爸，阿爸。带我回去，你讲的话我拢已经听到啊，我要予你治疗。你歹性命是无？阿姊，我无求你依着我，你煞用这种卑鄙的手段威胁美莲，我要让你治疗，我一定要离开。金华，